巨石月宫的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晚上6点半，日本大阪心灵讲座，讲题心如莲花。4月27号星期六，念卢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、持斋除罪1000劫。巨石月宫的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天上圣母圣诞，下午2点，日本东京，讲题因果人生。4月29号星期一，巨石月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亿倍。上午10点半，日本东京，喜迎福现吉祥供。下午药师祈福法会暨佛学讲座，讲题慈悲的眼睛。4月30号星期二，巨石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上午9点半，日本东京，八关斋戒暨浴佛绕塔。下午佛学讲座，讲题愿成佛度众生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心善念慈，护生命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
Yeah.
Oh.
Oh,
Oh.
Yeah.